很不幸轮到我做第二章，目前大概已经接近完工阶段了，这样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，我从此不用再去中国演出了。然后我就被我们滚石唱片的总经理叫去骂，他就跟我说：“陈生啊，我跟你说啦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啦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先告诉我一下？因为大陆有一招很厉害，就是连坐法，就是上面有你名字的 CD 全部都要下架，你知道吗？完蛋了，我害到别人。”但是都已经走到这等地步了，我们也干脆把他们都害到他们都回不去好了。中国第一吉他手李元亮，他在告诉我说：“买啦买啦，不要啦，这样就好了啦。”大气的夜色，波浪宽阔的夜色，那个大气的夜色，带着我喜欢的慢慢走开，可尽管你是北风。在一种框架底下还活得这么精彩，应该可以鼓励我们。在这么自由的体制底下还不做一点事，每天上电脑上网，然后搞他妈的绯闻，然后像志明对着电脑就变成手枪发烧友了。秋千发烧友了，人生一辈子就这样糟蹋掉了。学着点嘛，学不到艾薇薇，学不到左小祖咒，学一下施明德嘛，对不对？多精彩的人生啊！然后慢慢一世人，把我们用最无比尊敬，我等一下还会出来了，是不会走，铁门拉下来啊！咱用台语讲就好，这真正无错的，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愈听愈有趣味。我是要甲恁创治，叫你团来。大气的。